家和万事成。得救得位，得救得位。生活在中国城的一家人，经营一家历史悠久的中菜馆。这杯多少钱啊？你怎么能喝？这种免洗纸杯，这全部都是钱。节俭近乎抠门的爸爸，逆来顺受的妈妈。老婆，不能换车。这婴儿是哥的儿子。绝对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安静。吃苦耐劳的媳妇，整天惹是生非的儿子。今天是我爸新餐厅开幕的日子，爸希望你一定要到场。我只是抽一点时间过来。别人看了还以为是皇上驾到呢。温柔婉约的女儿，相敬如宾的女婿。开言关键定，家和万事成。5月1日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。